这个假游戏叫做午夜 Monkey。我鬼啊，怎么有个死掉香蕉？开始。给那些认识我的人。It won't come as a surprise that I am an avid banana consumer. My love for bananas is far from measurable. 他是一个非常爱 banana 的人。他非常爱 banana。他对 banana 的爱已经无法自拔。每天晚上十点，他就要吃 banana。啊？他不知道他对 banana 这个水果的热情是哪里来的。唯一一件事他知道的是，他永远没办法停止吃 banana。这好像就是一个诅咒吧？从1997年，现在已经是午夜了 ，banana 就在冰箱等待着我，我不会再忘记要吃宵夜。每天晚上十点，他一定要吃一个 banana 啦。不吃香蕉是会死的啦。烂房子啊！看这什么烂房子？哦，这是门哦。我以为是阴影欸，这是我的杠，一把武器。之前我用杠来猎兔子，今天我把这把枪放在我的房子里，以防有什么紧急的事情发生。好，这是我的电话，这是市场上目前最新最好的手机。毅力信啊，有没有拿过毅力信？我国中的时候拿的。那我这个故事是为了要吃 banana 之外还有没有什么事情啊？这游戏怎么那么安静？哦，他家蛮小的嘛。啊，我的 banana 咧，我发誓我把它留在厨房。到哪里去了？谁把我 banana 偷吃了？他家根本没有冰箱嘛。但我要去拿枪了。不管什么东西碰我的香蕉，我就想把它打爆。就像每个人身上其实都有一些东西你不会希望别人碰。香蕉这边我先拿起来。像我很不喜欢人家碰我的眼镜，就这种感觉。啊，为什么我的 banana 在我的办公室里面？我想啊， Hello， 谁讲话啊？我要来咯，我来抢你的 banana！ 到底发生什么事啦？我灯光嘞！我不能让别人拿走我的香蕉，我要拿起我的枪，保险起见啊！这有没有子弹限制啊？我们不能开枪啊！香蕉争夺战，你们不要在那边开玩笑哦！这个家伙把 banana 看得跟他生命一样重要，哎，对你们来讲只是笨蛇，对他来讲可是宝物，哎。我怎么不能开枪？我怎么？哇！啊！ After I left that hellish site, an investigation was put in place, and in the midst of the police searchings, no banana was there to be found. 警察最后来搜寻我家，然后没有任何的香蕉留下。到了今天，我还是能够听到那个恶魔猴子的尖叫声。Since then, I've set an alarm at 10 p.m. on my watch.So that I may never make the same mistake again. 他自从这天开始，他永远都在晚上十点设好闹钟，在他的手表上，这样他就不会再一次犯下错误。这次他丧失了那根香蕉，他永远尝不到了甜美的 banana。你觉得这游戏怎么样？吓死了！我觉得这故事好白痴哦，因为他写的好认真哦，是那种。很认真的搞笑，你们知道这种东西吗？
欸，我觉得他其实最后那个星星脸很北七耶，好像我在做 RPG 的时候直接用那个图片飞过来一样耶，一点都不精细，就是一个猴子图片而已啊。你们不要为了，不是，你们不要小看有执着的人哦。这根香蕉就是我的生命，每天晚上我都要吃我的香蕉，谁动我的香蕉，我都要对他开枪。我永远不会忘记这根香蕉的美味。给我看看你的 war face。